报告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其实你是做 PowerPoint 啊。为什么哈？没有一定要用那个 PowerPoint， 可是各位同学，你看现在因为我做 PowerPoint， 你们的眼睛都看哪里？都看荧幕。如果我们没有做 PowerPoint， 你眼睛会看哪里？就会看我。你希望你报告的时候人家盯着你看，还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自己选择吧。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做 PowerPoint 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去，不然你会非常的紧张。那如果用 PowerPoint 的话，那你要带自己的电脑呢，还是用所里头的电脑？带所里头的电脑，你的那个档案到时候是不是叫得出来？因为也许不相容，或是所里头的电脑也常坏，你确定那一天它是不是会正常运作？除了电脑坏以外，所里头投影机也常坏，那万一那天那坏怎么办？告诉你，如果发现台语所坏的，我们就去借特教所，没有关系，全校很多。可是你不要就是已经开始口试了才发现它坏，意思是你要之前来准备它到底有没有坏。那通常前一天晚上就先试试看了，当然前一天晚上试，隔天又坏了，有可能机器这种东西很难讲，所以你一定要那天早上早一点来试。照这样讲的话呢，你就知道你口试时间你就不要定那种8点钟，因为如果8点钟开始的话，你大概6点就要来试投影机，这样子有一点点吃力。到时候不是那个教授心情很坏，是你心情很坏，就是他问你说这个东西有价值吗，你就跟他冲起来臭骂他一顿，这样子。所以彼此都要心情不错，你可以想想说那个时间上一定要注意一下，你也要睡得饱，然后吃得好，有时间把这些东西从容的都准备好了。我记得有同学因为到写论文的时候，他们常常算命，然后他就常常算这个什么大家，后来到了他论文那一天，因为好不容易敲定出来的，他就算，他说都是大凶啊，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凡事小心人了。好，那你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电脑、投影机、冷气机。你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差不多是6月多口试，没有冷气，老师也是会脾气暴躁的，所以你要有看冷气机凉不凉等等。然后呢，有指示笔，就是那个投影笔啊，红色那种，看起来比较专业。然后呢，那个投影片，那个会停电，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虽然投影机跟那个档案都弄得很好，可是当天有可能停电，怎么办呢？你要在事先先把你这个投影片印出来，印成纸本给老师。那即使啊，就是停电，那也都可以进行。那像我们 PowerPoint 印可以印成那个6张，请你不要那么小气，我知道你勤俭持家，可是印给老师看一生也没几次，麻烦你一页印两张就好了，这样字体会大一些。因为口试老师通常有的上了年纪60、70岁，而且他们是读书人，眼睛通常比较不好，他就看不太见，他心情就会暴躁，接下来就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还要准备投影白板笔，因为你可能有时候刚好他叫你说明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用白板笔。那我们所里的白板笔常常都那个打开都没有水，所以你们自己要记得要去弄一支有水的白板笔，还是跟江小姐说，你那支白板笔干脆放我书包好了，我明天自己带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录音机，因为啊，你那时候心情紧张啊，他们讲话又很快，你完全记不得他们叫你改什么东西，所以你要把它记下来。我常常告诉同学说，你要记得带录音机，他们说好。后来有好几位告诉我说，我忘了带电池，因为我忘了跟他们讲说你要带电池，所以他们真的很紧张，我没有骗你。在到要口试的时候，他说录音机好有带，没有带电池，然后也没有带录音带。那录音当然可以买啦，在全民书局你可以跑出去买，但可是你往返还需要时间，那往往错过时间你就忘了录了。那如果啊，刚好那个时间你口试的时间是职员不在，还是因为为了配合口试老师的时间，可能星期六来，或者是说星期五，或者是平常5点钟，还是刚好那一天职员请假，那你要确定钥匙在你手里。有一次我们在静宜考试啊，那因为大家都从外地去，就星期六去，我去我连铁门都进不去啊，我在那边一直等，因为他们在里面，可是我在外面，那外面有铁门，我也不知道，我打去他们所办公室分机，可是所办公室没有人值班啊，然后我又没有他们的手机，所以我就在外面等，因为铁门进不去。麻烦你们要记得，种种事情都可能发生。口试费，
口试老师呢是需要口试老师来，那会发给他口试费。我们学校很穷，口试费没有很多啦。你以为会有多少钱？那才1000块而已。你想哦，他到底好不好赚呢？他要看你那些文字呢，哦，看了之后他要做记号，然后他当天他还要坐车来。他坐车来花那个时间，他万一是从什么那个台南来啦，或是台北来，或彰化来，然后在那边开完会之后，他还要再坐车回去，他得到1000块。你觉得大学老师有很好赚吗？像我星期日的时候都去国立殡仪馆审书，我们从10点开始审那个闽南语教科书，审到下午3点，这样是一场，出席费是100块，没有，对不起，1000块，1000块啦哈，1000块。可是我是从新竹去的啊。那我要提早去，因为怕有时候那个像那个他10点开始，我通常都坐7:57的火车，要不然那个离峰时间刚好就没有。然后他3点多结束，我还要坐车到捷运站，然后再回来。我回到家的时候大概8点多，我算起来哦，其实那钱跟加油站差不多。就是大学老师其实没有很好赚，而且回来很累，做不了其他的事情，所以通常都是冲着面子，因为我们去帮人家口试，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也需要人家口试，那就是互相支援别人。因为在大学系统，在研究所系统里头需要有口试老师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们都是，那是你知道那是谁帮你？是你的指导老师，是他卖身，然后去他卖身，然后让你再跟其他的口试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帮忙我的时候，他就爽快答应。如果你的老师在回应别人的邀请的时候都不爽快答应，你想别人为什么要爽快答应说好我去帮你口试？应该就会说啊，不好意思，那时候我很忙，我要出国什么什么。人如果要有借口其实还蛮多的。然后他们来呢，要给他弄那个，要给他口试费。那通常口试费是不适合由研究生给他的，因为那感觉好像说他是你请来的，你给他钱。所以通常口试费是由学校的职员，或者是你拿给你的指导老师，请你的指导老师拿给他，这都是细节。可是那都是一种 kimoji， 你请他来说啊，老师你来了哦，把1000块给你，领一下这样子，你想那感觉是怎样的？接下来呢，这个同学常常忘记，因为要口试的人啊，我常常口试到一半的时候就说，哎，你的成绩单呢？他说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就是你要口试，不管你是论文大纲口试还是论文最后的口试，你一定会有成绩单，因为你要让老师记录那个，记录你的成绩跟一些评语。然后还有一张很重要的纸张，是要夹在将来你毕业的时候你的论文的前面，是3个老师的签名。那这些纸张呢，你如果不清楚，你就问一下所里头已经毕业的学长姐，还是看一下我们所里头那个我们的表格，几乎都上网可以 download。 那你要准备好，准备好不是只有纸张而已，那上面有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学生学号什么，然后口试题目什么，然后底下的评语，你难道要把那些东西给老师写哦？就然后有一些同学的确当天才拿，所以那部分都没写。然后啊，那个老师就口试老师常问我说，他名字怎么写？是玉字旁还是那个是斜玉旁还是那个什么心字旁？麻烦名字好歹自己写一下好不好？那上面自己的资料要写好，这样感觉比较尊重啊。那比较有问题的是这样子的，各位同学，请你注意听，有可能当你口试的时候啊，然后当场人家觉得说你这题目太大，或者是你写着写着，你的内容其实跟你的题目不太完全符合，所以他们建议你修改2个字。可是啊，你的单子已经打上去的，你用电脑打字的，然后让他们签名那个单子，这有什么影响？当然有影响啊！你在报那个教育部的时候，你论文题目是这样子，可是后来你要改成那个，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当场赶快出去打，然后再印一张，然后回来给那个老师签名。所以你外面一定要有接应的同学，万一需要临时再打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如果要修改什么，然后你所有论文的档案也要带着，尤其是那个有很多人带自己论文的档案，可是这一张的档案没有带着，就是打自己的名字啊，那一张是什么哈？那一张是什么？以上怎么讲那一张啊？就是那张叫什么名字？口试委员什么什么单啊？就要夹在你的论文正稿里头，你的论文正稿里头的第一张哦。所以你如果没有当场给他签的话，到时候你还要一一拿去给他们签，那还蛮麻烦的，而且违反口试程序。
接下来呢，你就开始设想被问到的问题。常常啊，人家会问说，你这论文有什么贡献？然后很多人就当场挂在上面，想说贡献我没有想过哎。那这个是经常出现的问题，人家问说对理论上面有什么帮助？对你那个泰鲁格语有什么帮助？对闽南语有什么贡献？对客家语有什么贡献？麻烦你想一下，因为你有可能会被问到。那这本书里头的建议是说，你如果想到了，你干脆直接写出来，写在论文的最后一章有一个部分写那个贡献，然后又你如果条列是已经写在那里，因为你当场会紧张啊。对很多人来说是平生第一招这么严肃的场合，然后再当老师当得再久，临场反应再好的同学都常常当场一片脑筋空白，因为老师常问他说：“哎，你那是怎么做的？你会解释一下？”然后他就说：“啊。”然后他就恍神，然后那个老师就问我说：“他怎样？”我说：“他现在一时紧张，脑筋一片空白啊，你看不出来啊。”那所以呢，你还是。你如果事先已经想好写在你论文里头了，你就跟委员说，那老师这部分呢我写在我的论文第132页，那他就翻去那边，这样子你就很比较容易就用比较好的方式回答老师。那在这边呢就会牵涉到说，你不同的口试委员可能爱问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打听一下啊。你如果是在学校服务，知道有某某什么督学要来你们这边访查，你们不会去打听吗？不会去打听说那个督学什么癖好啊？通常他会去看厕所啦，还是他最喜欢看什么东西吗？应该都会打听嘛，吼。口试委员也是啊，不同的口试委员，你好歹上网查一查他平常做的是什么研究。看我们那天评鉴的时候就有，就是我们知道是钟荣富跟李仁轨之后嘞，我们不是在那个我们所里头的评鉴，我们把那个书。我们把那个我们的书，把李仁轨的书都摆在前面，让他一走过去就看到我们手里有很大的书。然后钟荣富的书，他们说不能摆在桌子上，有哎，我们还要摆在桌子上。然后我在报告的时候还要引着钟荣富说客家语研究的一些注意事项什么什么等等。这个你说是谄媚吗？也不完全是啊，就是就表示说有重视他，然后有研究他。然后我记得那个宜山，他就上网去把要来访问的陈方明老师，一个哦，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呢，做过这个，整个列下来，我说好读一读，阅读一下，里面知道什么东西能讲，什么东西不能讲，要不然等一下讲到他不喜欢的，那不就不太好了吗？所以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那现在有网络，你就上他的学校去看他平常都带一些什么研究。那如果所里头有同学曾经被他口试过，你就问问学长姐，到底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学长姐也是要注意的。那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学长姐她走过这条路，她有好多可以告诉你的事情。在座里头这有柯宜山同学，他是已经毕业的人，这些所讲的东西他一路都走过，心中想来如何口试的感觉还真累啊。宜山，你们觉得能够顺利毕业，真的是也是那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家应该要对能够毕业的人抱以非常的尊敬，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一关，然后就卡着就过不来了。十，座位安排，这是这本书里头说最好给他放一些名牌，规定谁要坐哪里。那在这本书里头他说哈，大位要给校外的老师坐，那然后那个比较不好的那个座位给自己的指导老师坐。我是想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看你的指导老师脾气好不好。就是那个应该是说他们三个的相对地位应该谁坐哪里比较好。那你到时候口试场到底是方桌还是圆桌，那你像哈，我们在口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大家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学生们常常用 PowerPoint 然后打出去，然后他就会有个投影机，他会有个风扇，坐在风扇后面那个都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轰轰轰轰轰然后很热，那个位置就是最烂的位置，你最好那边可以不要排。那可是当你的空间很小的时候，都会排到那样的位置去。那要谁坐嘞？你自己看这三个里头哪一个呢？你觉得比较可以欺负，就放在那里。这种东西录音起来真是不好。今天讲的这种内容，不过这很重要，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他们坐在哪里。然后呢，就是谁跟谁坐在一起，尤其空间很窄的时候，他坐得很近，那这样很怪。那你就自己要分配一下这样子。那尤其除了你以外，可能你的学弟妹或是你的同学会进去帮忙，
那他们也会有一些位置啊，那有一些学弟妹就大大的坐在那个正桌这样子，然后开始吃点心。你会拜托你那些学弟妹好歹给你留个面子，这样看起来很怪，就是他们好像来夹斗的，然后事不关己，他就坐在跟那个口试委员同等的那个位置上面，他们就开始吃点心这样。考试前的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的学生我都会叫他们讲一遍给我听，有的时候还不止一遍，然后 PowerPoint 都要给指导老师看过， 我都有看过。然后通常呢，如果能够的时候，我会请同学讲给大家听，就是要有观众。然后在讲的时候我们还量时间，因为要看看他按照这样的那个时间讲到底讲起来是几分钟。那你们在家里头练习的时候一定要那个量时间，因为不小心可能会讲得太长太冗长，然后 PowerPoint 里头做一些不需要的那个片子，那有时候自己看不出来，别人帮忙看的时候就会说，哎，那个好像说太多，那个比重不对，比如说文献回顾说很多，或者是说那个结果解释啊写的一些文字别人看不懂那究竟是什么。那如果当场学弟妹就会问的，那口试的时候口试委员更是会问说，啊，那个是什么意思，那这张图也没有什么标题，那究竟是写什么东西。那注意时间控制，那版面清楚，尤其是啊你在你的电脑上面来看，你的 PowerPoint 也许颜色非常美丽，然后对色也很好，可是电脑上面看跟打在墙壁上不太一样，所以你要看它打出来的颜色究竟是怎样子，让它能够字体清楚。你看像我在做 PowerPoint 的时候，那这颜色不对怎么办，都改过，要去改过，然后字体呢让它大然后清楚。你看像这样的 PowerPoint 齁，有的同学为了省 PowerPoint 大概会把那个口试前的准备写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写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然后我就两张 PowerPoint 就可以了嘛齁，就是以我这样的讲解来说。可是各位同学你自己感觉看看，就是当我这样一张一张把它分开，跟把那个口试前的准备把它列了六个这样的感觉，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清楚啊？这是 PowerPoint， 就是多用也没有浪费很多钱，所以你就尽量浪费这个版面吧，以清楚为主，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清楚。那这另外一个准备是这样子的，你在口试之前两个礼拜就把稿子给了老师了，可是之后啊就发现错误很多怎么办呢？那你就做一个刊物表，有诚意的话，或者是说这个版本跟上一次版本的那个对照表，然后就给老师，那通常老师都可以接受。